一开始就是circuit breaker， 所以很多的厨师朋友们都无法上班，所以 instead of 他们可以只能在家等我就邀请了他们来做一个 pop up menu， 也顺便赚一些外快，然后我们一起做出自己的拿手菜。然后那时候就有这个共享厨房的模式，因为在一间厨房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chef， 还有他们可以煮着不同的食物。他们只是进来连煮他们要煮的东西，呈现他们的菜给 customer 就可以了。会对一些小型的话 home base 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这里很多器材以及人手方面都很足够，然后同时在这时候他们可以学习到跟我们的 chef， 因为他们是从fine dining 来，同时在这时候可以学习到他们的厨艺也是。觉得是蛮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给一些找工的，也有想创业的，也有也希望更多的大企业他们也可以一起来把这个共享厨房这个概念做得更好更大，让更多的人有这个机会创业，或者是尝试一下F&B 的这个行业。